迎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，我是亚明。先来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，来自英歌的钟雪英师姐，欢迎。还有他的二儿子丁胜格先生，还有我们的亲友团，感恩大家来。雪英师姐啊，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面，兄弟姐妹加上父母总共十多个人，但是她一直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感觉都没人疼爱啦，一直不快乐。这样的心情啊，一直到了她进来的慈济，回到了花莲金师金社，她才找到了家庭的温暖，而且让她发心立愿要引经做主者，做告最好就考鬼。也因为在慈济里面不断的学习成长啊，她对生死已经能够清安自在面对了。尤其去年年底小儿子往生的时候，他用欢喜心祝福他，并且跟小儿子无约束哦，好细郎来没来做慈济大学的学长跟学弟，他如何转心念呢？我们来看钟雪英师姐把握当下恒慈刹那的故事。这个我儿子做十八年环保阿姨，顶个月十二月十六往生去。轻轻擦拭着小儿子丁作伟生前所留下的慈济荣誉董事聘书，丁钟雪英将不舍放在心里。那四十岁，啊，唔过咱就想开啊，我嘛甲祝福啊，你后世人来，我恁妈真想后世人要来去做大医哦，做医生，咱来去咱主持医学院纪念会面，希望你是我的学长，我是你的学弟，我祝福他。花不舍为深深的祝福，丁钟雪英面对伤痛的第一步就是学会跟伤痛共处，继续做环保。虽然容易触景伤情，不过想起因心肌梗塞走失的儿子过去的种种贴心，他说：“我要祝福他，他很孝心我啊，哈，他这样走掉，他也没有痛苦。”因为他也没有连累到我们，都没有麻烦到我们。啊，人生这个生跟死这条路，这个一定要去，是早跟晚而已。个性坚强豁达，丁钟雪英把过去做针织代工的工厂分成两个区块，前半段出租，后半段则成为放置环保的场地。他说现在天天做回收，同时也做心灵与身体的环保。我要没有出去拽的话，下雨我就在里面做我的工具，这个是我们的工具，我自己在这里做，我们就给它分开嘛。这是青铜啊，我们头先刚做环保，我们也不懂啊，那当做那个铁去卖啊，这个也跟那个铁哈相差十几倍。红铜价格大于青铜，丁钟雪英对回收品价格的掌握，随着经验累积逐步提升。通常只要看到一眼，他就能分辨好坏，分类速度远胜家人用手触摸的方式。做得很熟悉，很熟了，我什么我都知道。你就是自己有亲身去做，你才会体会到。我这个一看，像我小孩他也不懂啊，这个他就搬搬上去，我师兄他也搬搬上去。有时候我昏倒放在外面，车子一来我在里面，他马上给我搬走。再走啦，阿爸，是啊，我迄混到要死啊，迄一斤三四十块物件吼，再做起也袂。我们都是每天出去收，还有去收散管，他们会员他就会捡起来放在那里，我就把麻袋啊带着去，装好就带回来。那些拢我搬回来啊，这个所有都是我自己搬回来的。这样子搬得动吗？那也不一定说年纪啊，有的年纪很轻，那就没办法做啊，对不对？
妈妈她参加持戒之后哈，她过得很充实，而且人那个也是要动，那个其实年纪大哈，那个有一些身体机能那个或许会开始老化，但是那个你只有动，然后才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然后活化起来，所以那个看像我爸爸他今年的话已经90了，然后妈妈今年也72，但是那个什么感觉他们的精神气色这些看起来都蛮好的。气色好，别把握时间做对的事。丁中雪英用自身的例子鼓励大家，在遇到人生挫折时转心念，用正向思考面对。他认为人生惜福就能幸福，还能为家人祈福，一举数得。人生惜福就能够幸福啊！不仅要惜福，还要知福、惜福再造福了。哦，哎，真给你感恩啊！大一台头家。阿弥陀佛啦！阿弥陀佛。拄只看你安尼，哇，真正是啊，斤斤计较啦。但是计较的，唔是讲为着要家己钱去靠地啊，而是要将这资源、这粪扫啊，有更加好的价值，有更加好的金钱，会当来扶持大爱电视台。对啊。哇，你以前就是真好，得算半个人。算数学还是可以啦啊。叫我念书，我就不可以。嗯，啊，那想要做变是做环保啊？啊，环保我这吼，拿小级别无法多，拿大级别我有法的。哦。啊，我像安尼囡仔要出来，我昨我都家己的工课都先去做，我都先去因迄个王李春子因兜去拿锁匙，去因仓库开，因足放心我咱的。是。哎、啊、呀，去开仓库，啊，我家己去分类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用奥特曼载一抓等的，哎、啊、呀，梯啊载无法的，去塞车啊，去塞。哎呦。去塞等的。听得出来哦，做环保做主者，算是咱雪英师姐日常生活中分分秒秒都要做的事情啊。今仔要来龙岩爱请假，无法度做环保嘛，所以你就先将今仔一个分章就先补起来。炖就对啦吼，啊，真正做环保要感恩真侪人啊，你都要讲到这位啊，特别感恩者咯，咱的王李春子师姐啦吼，感恩的吼，啊，你谢谢呢，我大家好吃啦，嘿，无我靠啦，我家己一个无法的，哦，啊，千金万达拢人到达啦，但是对，好生的过往，这种苦，只当咱家己来默默承受啦，讲袂艰苦骗人的啦，对，我。伊伫我的心目中，我逐天伊都拢还阁伫咧。嗯，哎，我天天我都是没有觉得他走掉，他还是在我心目中。嗯嗯嗯。他过去给我做十几年的环保，我若去做志工，伊家己拜六伊就去甲王师姐因借锁匙。哦。啊，礼拜三伊拢五点外足准时的，伊家己就去开仓库门。伊家己就去分类，就物件，迄个搬去迄个车顶，啊车开转来，厝里遮的环保伊就拢去哩。迄阵唔是干那阮家有尔，隔壁社区搁一个环保的，搁站。哈，那迄拜六，阮逐礼拜拜六拢爱去分类去整理。今天我咧做，大家拢讲哦，丁师姐安尼做袂少吼，其实我做无伊的一半。伊替我做，伊再卖吼，我倒来伊钱交好啊，我才摕来英国交，嘿，啊，其实幕后都很多人帮忙，嗯、啊，尤其我这个小儿子，啊，他走掉，在我心目中，他天天都还在，还是活在你的心里、啊。对、啊，我不觉得他已经没有了。咱就加做一分啦，算伊个就对啦。对、哦，我哪在做，我买家店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走去啊，吼，啊无，你嘛会甲我倒走，对不？平安自在啊嘛，因为是，就像师父讲的，恁母阿囝这世人的缘，就是这三四十年，啊，伊的缘尽啊，业消啊，伊就功德圆满了嘛。嘿，我祝福伊去。真好的家庭吼，有慈悲吼，啊，搁有爱心的家庭，去遐出世吼，啊，你都好好去奉幼师吼，啊，后摆吼，咱妈妈也愿，你还袂走，我都发愿，我后即世人
我无读到书，我后世人吼，我一定要来读书这医学院，吼、我要来做大医哦。嗯，啊，你先走，你先去，啊，后摆吼，我后边我若对得起吼，咱后世人来，咱都、就是吼，你学长，我是你的学弟吼、我们一起进慈济医院去。做大医王，还可以到世界各国去做人医会，哈、哦！我的希望是安尼尔，啊，我无啥物求，我无所求，我连即马咧住这厝吼，我嘛发愿，我甲阮囝讲，我若往生去，我是要捐大体，大体若袂用的，我要模拟解剖，模拟解剖若袂用，我病理解剖也是可以。啊，我厝吼，我伫咧四分之一若袂。关老做者，咱上人吼、哦，天下间灾难遐济吼，啊，我若无伫咧，四分之一是我的，你爱甲留咧，同款摕予施工吼、哦，我就是安尼，啊，剩的叫我做些我有法咧，啊，叫我讲一寡遮的经道理，我较含慢。你真有地位，你这决定拢做了真好啦吼、哦。当然，即摆咱。有一口气的时阵，咱就好啊认真做，嘿，吼、哦，系去利用。对啦，你往生的祝福真正是发好愿啦，吼、哦，好事人过来做金刚菩萨啦。哎，对，谢谢。啊，咱的圣哥哦，即摆伫主科上班嘛，吼、哦，是。啊，弟弟走了之后，听说你现在会回来补妈妈的胃，嘛补弟弟的胃，也会帮妈妈做环保啊。对，哎是。我觉得弟弟前面做了那么多，人家讲说生老病死，他可能那个他大概就是生，然后他没有经历老，其实他也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痛，然后他，我觉得他一生从年轻到他往生，然后他都做善事，所以我们认为他功德圆满了之后，他也没有经历很大的痛苦，他就走了。那所以说，从这里面也让我们学到，这我们必须那个要继承弟弟的志愿，然后继续发愿，然后下来，然后完成他那个未做完的事情。OK 的志愿，也感恩你投身慈济的大家庭啊，也是我们大爱台的头家之一啦。感恩、哦，也希望你在您的这个工作的地方也可以推广慈济的环保理念。是，师姐现在不断的付出啦。爱护地球，爱护众生，哦，但是刚才我开场有提到嘛，过去他是一个没有爱的人，得不到温暖，得不到关怀，没有快乐，没有自信。不过一趟的花莲净思金色的寻根之旅，让他找到了生命的阳光。小心哈、哦，往前面一点，往前面一点，在门诊区默默付出，丁中雪英每周轮流在北部的三家医院当志工，不挑选服务内容，全照院方的需求，让自己发挥良能，也让自己充分学习。放下去，我看到那么多病人那么辛苦，那么活得那么痛苦，那我儿子今天没有痛苦走掉，这个是很幸运的、啊、可能是他前辈子修来的。向儿子学习，丁中雪英说：“付出是修福，学习经验是修慧。像现在在这里帮人量血压，这些事情和念头都是过去所不会的。我年纪那么大了，除非，做慈济还好，要感谢上人，有这个慈济世界，给我们年纪那么大了。”还有工作可以做，啊，来这里我们比较了解这个医学的常识，不然我们从前不知道，吃什么好吃就好了。现在不是，我们都要节制，出去外面，哦，跟会员谈起来，他什么病我们就了解，什么病大约是要去看哪一科，他们还会打电话来问我。你比较，普通那个心脏跳。70到80嘛，那正常，不是50-60呢？那也正常啊，就是不要40，不要40就好了。去给医生决定，我们没不是医生，我们不能去决定人家的。成了慈济会员眼中的万事通阿嬷，丁中雪英很有成就感，但没有因此而自满，反而更谦虚，生活过得十分简朴。将吃住、晒衣服和做环保，全都集合在这个已经停业的针织厂房里。
这个国外那么多贫穷的人搭一个布盆就可以睡，我这个铁屋很热的时候四十几度我还是睡，再来擦，你看我们住的就是这么简陋。我从来都师姐他们来我也没有讲过，不敢给人家看。师姑你现在就是都很简朴对不对？对啦，没做主席不可能啦，我自己拿来去出国去玩。花钱发泄工作的烦闷与每个月被钱追着跑的压力，丁中雪英说自己从小到大都不快乐，因为感受不到关爱。长期养成的急躁个性有了变化，是在找到心灵故乡的那一刻。逢年过年哇吼，等于吼买炊吼买壶吼，啊，这好连我自己眼泪都掉下来。这个我的家，我们的母亲、妈妈最亲近的，从来也没有过这样子，哦，有那么温馨。我要看到上人又那么瘦，又盖那个医院那么大。真是，哦，这个出家人不是那么简单。觉得在里面最有收获的就是妈妈，她这边她得到那个很快乐的心灵。然后妈妈后来她来参加慈济这边之后，然后其实那也对，就是她那个在性格上面其实相对的影响我们这边，然后她会让我们然后那个静下心来。服务他人转心念，丁中雪英把物欲的心念缩小，造福的心念扩大。他说：“照顾好自己的心，才有能力去爱人。因为感受到温暖的人，自然会产生爱自己的能力与爱社会的力量。”我们常说啊，“知足最大富，平安最大福。”哦，我们从雪英师姐的身上，真的看到了慈济人的人品典范啊。雪英师姐是1986年就接触慈济了，开始当会员，在1994年就受赠委员跟荣董，他的委员编号是3911啊，是属于蛮早期受赠的委员啊，算起来也有17、18年的时间了啊。过去细汉的时候，因为厝内囡仔嘛多啦吼，啊，是大人嘛讲袂晓讲如何表达对恁的爱意啦吼。对对对。所以你就一直拢无快乐啦。应该吼。是阮的家庭足好过，日本时代，阮老爸咧赛火车，咧开火车，专业的呢。嘿，啊，阮大兄吼，伊高中毕业，乌头车开到咱阮家去吼，接伊去迄个发电厂去上班。哦，啊，是阮老母袂晓还家，坐火车免钱啊，啊，直接甲唔车票套咧，人路无看的人，啊，阮大汉爱带细汉。了解了解了解。所以较无温暖。所以等于到京厦看到咱的常住师傅自力更生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对，我这个天悠悠悠，让你淡季呢，不接受供养诶。对对对。啊，搁有咱常住师傅，搁过年搞送你什么礼物啦？吼，伊吹过发过哦，啊，搁订过啥拢。拢甲包好吼，叫师姐载阮去车头吼，啊，拢无讲啊，阮落车甲花莲车头吼，落车的时阵吼，师姐才讲吼，讲这是慈师傅吼，讲恁过年等于吼未付炊啦吼，啊，伊这物件吼恁等于过年，我自己觉得我很惭愧，我从小到那么大吼，我食到40多，我嘛唔捌。予人安尼遐有温暖、遐关心着吼，啊，我阁看到上人遐善吼，伊阁有法度去甲一间病院遐大间，所以去看的时阵，阮嘛是真忏悔，已经75年就开业啊吼，啊，头一期的迄个即个病院咱无参加着，尾啊第二期79年呢。过咧去第二期，我南四角个厝卖吼，我一摆甲捐5间病房，捐5间病房。所以过去就放水啦，未赴参加无要紧，后壁咱就拼死走，啊对会着，啊唔来布施金钱啊，哇，体力、时间拢嘛付出。今仔咱个亲友团拢要来见证啊吼，第一位请这个
那个丽青师姐啊，您讲是挺受惊的啦哈。对，我们同班同学。听说她有求必应啊。对。怎么说？自公情务。她那时候自公情务哈，你哪公都未都好的时候哈，那都有排班嘛，我们都会有排班。你请她的时候哈，她只要没有冲突，她二话不说。工地会当坑的，无要紧。我世间在卖炭，无要紧，我来成就慈济的事业的，对啦。他可以。可以这样子的。OK， 第二位是咱的师专师姑啦吼，今年这个六月啊吼，嘛大咱诶雪英几岁了，几岁了吼。不过雪英点到，甲你当做姐姐安尼，真用心甲你照顾，甲你。是，那真感恩。你，伫伊身躯顶头看到啥物？你这个姐姐爱学习未？哦，真济通学。安尼吼。诶，拄仔在讲医院做志工，是，毋是干那阮的组来安尼，毋是阮的小组，别组那欠嘛是拢请伊去。安尼哦。嘿。伊跨区的就对啦。嘿。只要有缺，他就可以来补位。嘿，他就补。哎，不一定是我们组内。哦。嘿，安尼哦。很值得学习的。安尼哦。嘿。不然你一名儿都你名啦，我紧啦。我们都常说哈，慈济人都会讲说啊，父母是孩子的模啦，爸爸妈妈就是孩子的模范典范嘛哈。听说您也在妈妈的身上学到一些人生的智慧了。是，那个像妈刚刚讲的，从小那时候可能比较辛苦一点，所以那个在妈这边身上学到了那勤俭耐劳精神。嗯，对。然后所以那个。妈妈这边她影响了我们，然后我是觉得我们这边然后再去，然后可以在自己子女面前然后做一个好的榜样。所以你看，爱是可以当做传家宝的，做主者嘛，当做传家宝，安尼一代传过一代啊。这爱感恩咱上人啦，啊，咱这主者世界，啊，咱这华清大家拢足关怀的。我感恩再感恩。我这个后生十几年前娶某的时阵，咱嘛哈侪孙兄叔姐来阮家，叔姐讲要来恁家收银啊，我讲阮无要收银啊。无要留你一搭吼。无要收银啊，嘛爱煮，我要来煮。哎呀。有舞台，逐项拢孙兄因去载，因去搭。咱足感动，这个华清这个关怀，实在这个力量很大。